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碟仙。曾经有一则新闻报道指出，高雄一所国中的学生在学期结束前玩碟仙的游戏，突然间呢，有一名学生跳了起来，甚至呢有跳楼的倾向。新闻中并且表示，有好几名学生也都曾经有过这种起舞的情况。那么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碟仙呢？如果是仙，为什么会让人有异常的甚至是伤害自己的行为举动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碟仙呢，这种游戏啊蛮刺激的，也蛮好玩的，年轻的人都喜欢玩这些花样，包括我在内啊也玩过这样子的这游戏啊。因为看到大人呢请神，而我们的孩子们呢在大人不在的时候啊也学习着大人那个样子去请神，也能够请得到。请到以后啊，因为大人回来了没有把神送走，结果呢那个神还在那边呢，滴滴嘟嘟滴滴嘟嘟的还在那边作怪啊。你像这样子的事啊，在我的这个规程呢，我的自传呢规程里边我描写到，我介绍的这碟仙这样子的这个名字啊，这好像是时间不久，在过去我在大陆的时候没听到过，而在台湾呢好像30年前呢开始啊有碟仙的这种啊游戏，而且有一些商人呢投年轻人的所好，做成了碟仙的盘子，做成了碟仙用的工具道具，就是你随便可以买回家去呀，你照着那个方法来运作啊来操作啊，就会有什么呢，有那个仙上来。我曾经有一个这个贵弟子啊，这个他在台湾啊父亲过世了，但是他自己人呢是在美国，但是去美国以前呢他带了一套啊那个碟仙的这个道具，他就想到碟仙的时候可以请到一些神啊一些鬼啊能够光临，但是我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啊，我是不是可以请父亲也来上我的这个碟仙呢？结果呢他就在房间里坐起来，一坐啊他的父亲来了，就告诉他一些事情，问他一些啊是啊其他的人不应该知道只有他父亲知道的事，也说明了也表现出来了。因此他对这个碟仙呢几乎是迷了，着了迷，以后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碟仙呢去问一问仙了。所以这个仙实际上是鬼神，这种比较自由的鬼神漂浮在空间呢，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存在，只要你用这个道具，然后你用如发炮制的去做的时候呢，就可能呢在附近呢游荡飘动的那些这个幽灵或者是灵魂或者是鬼神鬼魂就会进来受到你的感应而来。这个时候你要问什么东西打鬼会告诉你，这个有一点像什么，有点像跳童啊，这个卵童啊，孵卵啊，跳童啊，类似的这种啊性质的。不过这一种啊不是之一的，跳童卵童啊是这个经过训练的，而这种碟仙呢就是业余的都可以做。但是这种对于人的心理的影响会怎么样，我想啊告诉诸位，孔子讲的敬鬼神而远之，
这是非常正确的。而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的话，佛教徒呢，这是希望啊，以因果观念呢、啊，以因缘的观念呢、啊，让我们大家能够生活的更积极，而心胸啊更广大，然后呢，用修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心情呢、啊、更平和，行为呢更端正、更端庄、更庄严，这是对我们的人品的提升，对我们人间的净化是很有用的。可是用地仙问有没有用呢，看起来好像是他给了你呀、啊、一些什么讯息，但是呢对你来讲有没有用处，我告诉诸位没有用。他能够告诉你的对你是没有用的，不告诉你的对你是，既然不告诉你那就是也是没有用。所以是用这种地仙呢、啊、往往会引起人的一个情绪的精神的反常或异常。一方面呢就是依赖性太强了，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而就是靠地仙了、啊、问地仙去了。另外一个呢，你常常啊跟这个鬼神打交道的话，那这个鬼神就来主宰你，再来驱使你，你本来是用它作为工具来帮助你做什么，结果他用你的身体作为他的工具，要你来替他做什么。所以是呢，他要你跳楼也可能，要你去这个做一些反常的动作也可能，而到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精神异常的灵媒。有的灵媒啊，是高级的灵媒，是精神是精，他自己本身的精神呢、啊、是正常的。因为这地仙呢、啊、他不是经过训练出来的，而是啊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啊接触到接近到。因为他你们没有啊一定的宗教的常识，也对鬼神的灵体啊不是了解他们的性质是怎么样，所以是呢过分的依赖，到最后呢就等于是什么，依赖安非他命，依赖海洛因，依赖吗啡，那是对自己的身心呢、啊、对自己的家庭啊对自己的生活啊会制造困扰混乱，而啊不会有好处。阿弥陀佛。